当前版本的五大剑豪是谁？好问题。当然我说的这几个是中生代，包括现在还活跃的几个剑豪是比较纯正的剑豪，红发没有算在内，因为红发不能只用剑豪来形容。罗也没有算在内，因为罗也不像一个纯正的剑豪。雷利、嘉林，包括吴老星、金星这几个比较老的剑豪也没有加进来，因为毕竟他们现在要么退出江湖，要么不是明面上的剑豪。第一剑豪毫无疑问，鹰眼米霍克最强剑豪。第二剑豪与之气流吧，由于他是吞剑城的看守长，他的名声现在我觉得是高于索隆的。那第三应该就是索隆，四皇藏宝堂的二把手，绝对的强力人物，绝对的新生代最强剑豪。第四的话，花剑比斯塔吧，比斯塔顶上战争的这个战绩表现还是很猛的，跟鹰眼一度打平，虽然鹰眼放水，也伤到了赤犬。第五的话，卡文迪许，来自草帽大船团的一号船船队长，他进入第二个嗜血模式，那个速度是非常夸张的，他也是路飞之后的超新星，所以他的实力爆发，在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。